最后呢，各一个最高法院哈，水电最高法院有三个大法官哈，来决定讲会使引渡，袂使引渡，哈。我即个研究伊即个引渡条约哦，讲起来无啥可能甲引渡啊，因为引渡条约伊讲啊真清楚吼，若是被引渡即个人吼，伊所被指控的即个事件，若是政治案件，都袂使引渡。啊，你刺杀一个国家元首，啊，当然是政治案件，无啥案件吼。啊，是讲你即个案件若牵涉到有政治色彩，嘛是袂使引渡啊。但是最后呢，这三个大法官的投票呢，变作两票对一票，所以我输一票所以变作我的官司输去来印度等于美国所以伫迄个判决了，我伫迄个水底监狱内底开始绝食无食无啉结果即个美国警察来到水底要即个押人的时阵都押去到飞机顶去到飞机顶的时阵，我就昏迷昏迷毋知人诶，所以即个飞机的即个 pilot 讲有一个人又昏迷毋敢飞所以但是他讲先降落去丹麦迄个飞机才飞半点钟尔先降落去。你降落去丹麦了甲送去病院。即个美国警察就真紧张个哇！因个任务就是要将我等于美国嘞，但是无法度到尾就直直找找讲，有倒一个航空公司要阁继续飞找无迄个航空公司要飞最后找着一间公司，我会使啦，我甲你飞来伦敦啦所以无代无志甲飞伦敦啦。所以我入去到伦敦的时阵，我嘛毋知影隔工的时阵，伦敦的即个移民局的人就来找我，伊讲：“你敢知你呾即摆人伫倒安尼？”我毋知。伊讲：“你即摆人伫伦敦你进入去英国的国境内底无任何的证件所以伊照因的移民局要甲扣押起来安尼。所以伊向即两个警察讲恁会使转去即人就留伫英国。你若要引渡即个人，恁来个从头啊，搁开始提出引渡的要求。结果呢，我无代我是在英国去扣啊九个月啦。因为英国即个官司比即个水电搁较复杂。英国即个国家伊对即个条文的解说有较无同啦，因为伊是咧想讲。即个有政治案件袂使引渡，但是问题是，我要引渡转去个国家，毋是我个国家。我若要引渡转去台湾，当然是袂使啦。要引渡转去美国个时阵，伊咧解释着讲，即毋是即个政治案件，所以有种种个即个解释所以我个即个诉讼呢，等法院里拍啊，最高法院阁拍去啊。英国的上院就对了，上院有五个大法官随便三个才五个结果投票结果呢，变成三票对两票，后来阁输一票安尼所以最后无法度印度转去到美国我伫美国去判5年，美国就是讲你坐监坐1/3都会使假释啦。所以我伫美国去关一年10个月就假释出来，假释出来，我就等于水电迄当时水电政府答应美国你即个人会使引渡但是有条件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讲，我若伫美国执行了随时欢迎倒来水电。第二就是讲，我若伫美国执行了袂使送倒去台湾，我提出这两个要求。所以我伫美国
坐驾了吼，啊，随转去甲水电，因为我无任何的这个证件，啊，就转去甲水电吼，啊，所以等那个等头啊开始吼，伫水电生活吼，一段时间不只久吼，我伫水电差不多有十一年的时间，吼，啊，到尾。因为水电这个国家吼，当然是真好吼，伊是这个福利国家，哦啊，我有那真思念吼，啊，真感恩水电这个国家对我的生活吼，我那有照顾啦吼，啊，但是伊含台湾的这个啊气候完全相反，台湾是非常热，遐是非常寒吼，一冬头半年以上拢寒人咧，拢有落雪咧吼。所以住袂下吼，啊，第二就是讲离台湾真遥远吼，啊，咱离故乡真久吼，拢会想讲吼，点子会当转去吼，啊，伫遐佫台湾人少，吼，你讲台湾话的机会也足少吼，啊，所以就种不出来吼，啊，到尾就申请移民去温哥华吼，啊，结果有准，所以我佫。甚至搁搬去温哥华吼，所以阮是国外咧搬厝是，但一个国家搬去另外一个国家，啊，所以有真侪物件拢遗失掉啦吼，因为你国家搬来搬去吼。一直到呢，1991年吼，啊，我会想讲，台湾的这个动乱抗什么，动乱抗，抗乱吼，这个条例。促销啊！啊，我是讲啊，安尼 OK 啊，安全啊，我都转来安尼吼，啊，所以我就啊，带我囡仔吼去甲东京，伫东京签签证吼。啊，我当时是迄个水电的国民啊吼，我伫遐住遐久啊，我摕这个水电的 passport， 啊去日本东京签要转来台湾的 visa 吼。伊甲我讲，啊，你有机票啊无？我无咧。伊讲你若机票买来吼，啊，随互你签证安尼。哦，我即些赞的吼，有机票，得到签证，迄简单啊吼。哦，我著较紧去买机票吼。啊，当然你要填表啦吼。啊，我的护照因为是随便护照，伊毋是写中文啊吼，伊写即个外文嘛吼。啊，所以佮翻做啊，中文的时候，我唔是翻做地主宅吼，我翻做姓地吼。啊，所以伊唔知影是我啥嘛吼，哇，啊，就转来也讲 OK 啊吼，啊，就有签证安尼吼。我想讲哇，有签证，即些绝对我都转去。啊，结果呢，拄到啊日本迄当时拄啊咧过年，吼，啊，日本的过年过新年真闹热啦。啊，我是。离开亚洲的国家吼，哦，真长的一段时间，将近要到30年了。我是讲哇，来到日本安尼，啊无加佚佗几工吼。结果呢，啊，这个消息呢，这个签证的消息就传到个台湾啦吼。啊，台湾就查查，摕水电护照转来台湾嘞，都无贵个，查了知影吼。啊，所以我陪个。飞转到桃园的时阵哦，伊就咧等我咧吼。伊开始就是讲，将你的啊 passport 的资料输入去电脑吼，啊，到你的生死日月吼，伊就知影讲这个人是黑名单啊吼，啊，就甲冻掉咧，就无要我入来啊吼。啊，所以我被冻伫桃园机场3-4点钟吼，啊，到尾差不多。四五个少年囡仔吼，穿迄个皮夹克吼，我来到这，将我衫嘞吼，都夹起来吼，夹离开迄个涂骹就对啦，加用钢的就对，就钢椅啊、飞机的顶端，啊，佫佮送转去东京嘞啦。哦，迄当时我是非常受气吼，因为我飞转来佮桃园啊，看到台湾的土地、台湾这树木吼。哦，非常非常的欢喜吼，啊，结果无法度入来，啊，所以我就决心讲安尼吼，我用我的办法吼，啊，我搬厂啊转来，